刚说了，今天的活动非常非常的精彩，有许多金爆的亮点呐、啊！哎，来，大黄蜂跟大家挥挥手，好不好？好，显电星金刚跨世代特展高雄最珍塔活动开始，3、2、1，启动！这次呢，电力金刚展可以到高雄来。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很棒很棒的经验，我们带来了全球唯一目前在就是全球目前唯一这个官方最大最大的集合展来到高雄，所以呢各位粉丝还有各位的民众啊还有朋友在我们的现场其实是可以看到将近有600件，就是从变形金刚的1984年到2012年、2013年的一些梦幻艺品。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是目前台湾唯一官方认证正版的大黄蜂，而且造型是不顾全球。我们这个大黄蜂呢，它身高是600公分，那它是700公斤，然后它也是一个让人非常非常就是看了之后你会非常难忘的一个很棒的展品。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变形金刚它其实是一个集合了娱乐、科学跟教育的一个新形态的展览，所以在我们的展区里面呢，我们还有很多科学互动的区块，那希望在这个暑假可以带给大朋友小朋友一些新的体验。国立科学公益博物馆在这个暑假有非常非常棒的这些特展，那么第一套呢就是今天开始的明天正式对外来做服务的这个变形金刚，那后头呢还会有一连串的安排，我们很希望呢我们高雄我们南部的父母亲大家对于孩子的教育尤其是科学教育这样的殷殷期盼，这样的重视孩子的教育的机会，那科工馆呢是我们国家特别在南部所新建的花了将近74亿所盖的一个全国规模最大的科普教育的基地，所以呢我们希望万事国际还有我们时报这个十亿多媒体呢跟科工馆这样的一个完美的组合能够有这样一个好的展览那我们南部的乡亲大家如果能够踊跃的来给予他支持，相信我们未来这一个在南部地区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有更好的展览在我们南部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一个可以来拓展我们视野的机会。大家都了解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是以应用科技为它设馆的一个定位，所以我们这个馆里头基本上是以科技生活化、生活科技化作为一个经营的核心的主轴所以呢我们这些展品都跟我们的生活有密切的一个相关。